区后将在29号举行启动典礼，30号就正式通车，而捷运分流营运模式也同时实施。捷运局说，未来东门站将扮演连接芦洲线跟板南线的重要角色。通车后，中永和地区的候车时间将从平均6分钟缩短到3分钟，而燕龙东区的旅客经东门站改在忠孝新生站转乘板南线，而且乘客只要持悠游卡，可以免费行经古亭、东门以及忠孝新生站。如果是从中永和出发，往忠烈纪念堂也能享受骑车卡的优惠。不过东门站因为土地取得问题，还建了两个竖径分离的功能设计，而出入口之中1号跟7号只出不进，但还好民众可以弹性运用旁边的2号。全国测距营中心提供最新情况讯息，目前在高雄市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班跟周边道路都是车多，而在瑞士中号口往北线主线右转环快营道同样是车流涌现，靠近这个八里新店中和到板桥这个路段的目前车行速度缓慢，八里新店东向这边新店段出口车行缓慢的主要原因还是受到双桥这边双向及长期施工影响，目前淡水北淡公路双向长期施工车流